哦吼！没有菜啊！去买呗。摩托车不在了，不方便了。不是给妈妈那去拿，打个电话给我妈。他在母娘家蹭吃饭饭。吃，哦，回皮箱里头来。不去了，不去了，不打了。2点钟。嗯。2点钟他还不早吃，是不是？一般他都是12点钟吃了饭，吃了饭就去扫地了，100%吃过了。那今天就是吃大餐吗？哼 因为什么原因呢、啊？那个车子因为什么原因啊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什么原因开不回来呀、啊？你知道的。昨晚那个老罗跟小梁上来，我们在外面喝了2杯，又丢在那边了。喝酒就不开车，开车就不喝酒。昨天三哥因为喝酒，喝多了，喝没喝醉了，多，好不好？喝醉了，那个摩托车就停在外面了，不没敢开喝回来。多，就喝2瓶啤酒。他是怕开车撞上交警，所以不敢吃，哎呦，是不敢开。遵守交通规则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就喝，不喝酒。请我吃大餐，什么大餐？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我们今天早餐吃的太晚了，所以就没有感觉饿。不是，是一整天都在吃水果，走，去。吃完这个，想等下走到那边，到老街，要到老街，很远。我们走过去啊，当散步嘛，反正叫的士也没有，公交也没有，我们这里算是很偏僻的地方。公交没过，那个应该明年应该有吧？刚刚建那个公交车站呢。走吧，走路过去，逛逛街街，这里没有街。你看这些房子都没有人住的，后面那些高楼都是空的，还有一些是烂尾楼。这个是烂尾楼，那里对面，你看那边是。走吧。对面要开个超市，这条路没有。等我们这边开了超市，就不会那么偏僻。那个是五年以后了，再说。不知道，反正在建设当中。应该会是5年。然后那些公交车那个站牌，现在都在建。公交车的话，应该明年就通了。今年刚建，的士打不到啊，这个要在网上。打滴滴，打滴滴，你打车，手机上面可以。这里的士没有。我们离大哥他们那里还是有一段距离，离旭梦他们家走10多分钟。不远。15分钟吧，应该。南浦广场。这上面就是超市。大超市。要搞一个步步高超市。花桥流水。嫩娘子呢？啊！你高点的，我的天天给啥子走了？35。得充电的了。还有对吧？那先拿回去充电的，拿回来啊。可以嘞。穿的好舒服。
钟。哇，白死我了，电门白，你也撑了。看看，49啊，减8公斤，快100斤了。嗯、啊，69斤。49.8。69斤重量。84。169斤。169。沙县小吃，这就是你说的大餐。是啊，有鸡腿，有鸭腿，也不是大餐了。阿玛，我要吃云吞，我要吃云吞。要云吞。好。可以嘞。你看，这是大餐，好多鸡腿、鸭腿哟、哦。蒸饺、汤、混汤。你要什么？有饭吗？来个。一口，嘴巴张大一点。哎，我那，你那是鸭腿饭。你上次吃的是鸭腿饭。我的云吞，他们家的云吞最好吃了。三哥的这个应该才叫大餐。我要吃到要到170。你不是要的鸭腿吗？猪脚啊，猪脚没有鸭腿好吃。还加个鸡腿，你要不要？我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我不喜欢吃。我最喜欢吃的还是他们家的云吞。又加了一个鸡腿，你吃得完吗？一个鸡腿，一个猪脚，一个卤蛋，一片豆腐，还有一碗饭。有句话怎么说？给室友吃加鸡腿。嗯，真正来说是你加他，你不是我加他。他来加他，他带我来他加他。让你吃一筷子来，不对，筷子放这里。完了，三哥是假牙，啃不动。那两个门牙是假的。还要不要加一个啊？还有个鸡腿呀。吃饱饱了，吃饱喝足，逛一下，逛街去。